看见规大殿的人就怜悯伊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才用罪罪行教示因。入尾路，李亚生就问伊讲：“这就是旷野，入尾路啦，请四散众人，互因去周围的乡舍，家己买面通食。”伊应讲：“恁互伊食。”因甲伊讲：“总无愿用200个牛仔去买饼来互因食嘛？”伊甲因讲：“恁有饼偌济去看。”已经知就讲五个饼两尾鱼，伊就吩咐因，予众人排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坡40桌，因就分队来坐，有的100，有的50。耶稣摕迄五个饼两尾鱼向天来祝谢，八饼花生来排伫众人面前，也用两尾鱼分予众人，因拢食了饱。捡遐个饼数甲鱼数满12000，食饼的人查甫的有5000。以上，咱这个是来读经句吼，就是马可福音第6章34节。啊，咱先用台语来读。耶稣出去，看见规大殿的人，就怜悯伊。